车怎么没纸了？妈妈，给我送点纸。好的。哎呀，纸怎么都没了？大宝，你用水洗洗吧。啊，好吧。妈呀，沾手上了。妈妈，厕所没纸了，给我送点。好的。奇怪，上次买的纸怎么都没了？小雪，你先用树叶吧。好吧。哎呀，树叶好硬啊，我不想用树叶。妈妈，给我送点纸。家里的纸用完了，妈妈等会儿去买。啊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啊？那你先用布条吧。行吧。妈妈，你给的布条也太小了吧，都擦到我手上了，真讨厌。老弟，我脚麻了，快给我送纸。好的。哎呀，家里没有卫生纸了，报纸行吗？不行，太硬了。那 A4 纸呢？哎呀，那不是更硬吗？树叶呢？太渣了。你怎么要求这么多呢？我拿什么你用什么吧。给你，赶紧用。啊，怎么是石头啊？太硬了吧。老弟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老板，买卫生纸。没有，童话王国没有卫生纸了。不信你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要买卫生纸。没有没有。真的买不到卫生纸了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其实是我把所有的卫生纸都收走了，这样大家才会知道卫生纸有多珍贵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浪费纸了。是啊，童话王国的卫生纸到底都去哪儿了？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吧。